九至十咯。兩個 part 肯定有兩個 part 噶。哇！嘥咗個鐘之後冇諗㗎。唔係，嗰個九至十啊，即係而家十十到十至十啊嘛，我以為十至十都兩個 part， 有可能我聽緊錯咗係九至十，十至十一。即係要為佢再嘥撚咗一個 part， 再加係。再加。